进来吧。随便坐吧，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来了。哎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为什么辞聘啊？我早就想好了，615案一过，我就打算撤了。我再不撤的话，这风平浪静可就要关门大吉了。因为钱啊，我可以帮你申请啊。我是因为钱吗？我是因为客户资源。这风平浪静，如果今年关闭了，明年就不是客户来找我了，是我去找客户了。那置换季呢？不查了？不是有你吗？之前我对你不了解，不知道你的能力怎么样，现在知道了，你好好查就是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林老师说你们雇佣了高永祥做顾问。对，你怎么想啊？我觉得挺好的，他这个人做事稳重，性格又和善，做顾问来说的话，不说比我强，至少是够格的。家里有客人啊？哼，养了几只野猫，都快被人加盟了。加盟？看一看。你上午去一趟，先走了，有事电话我。行，拜拜，拜拜。